你要跟着读吗？早上好，我是徐霸。下午好，我是徐。晚上好，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395天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395天。我们今天来读一首歌，歌词。嗯。在这边啊，石头歌。石头歌。作者是 Elaine。 当时世界睁开双眼，当时世界睁开双眼，万类苏生，万类苏生，照耀一切，照耀一切，只有我无动于衷，只有我 无动于衷。我听过，我不歌颂，我听过，我不歌颂，我一动不动，我一动不动，因为我是石头，因为我是石头。当时太阳照耀木叶，当时太阳照耀木叶，吹起山火，吹起山火，大暴雨洗刷脚印，大暴雨洗刷脚印，汇聚泥河，汇聚泥河，只后来灰雪覆盖行踪，后来灰雪覆盖行踪，又降下新冬，又降下新冬，只有石头一动不动，只有石头一动不动。我见过太阳升太阳落，我见过太阳升太阳落，朋友们唱着歌，朋友们唱着，哎呦喂，唱着歌，手挽手过山坡，手挽手过山坡，有些带着伤痕回来，有些带着伤痕回来，太阳落月亮升，太阳落月亮升，旧血肉化成风，旧血肉化成风，只有石头一动不动，只有石头一动不动。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哈。当时太阳光芒破碎，当时太阳光芒破碎，散成星空，散成星空，大暴雨树落银河，大暴雨树落银河，降下火种，降下火种，火种带来生命，火种带来生命，锻造镰刀和因果，锻造镰刀和因果，在石头上轻轻地磨，在石头上轻轻地磨。当时收获的夜晚，当时收获的夜晚，点起篝火，点起篝火。他的故事隐去面孔，他的故事隐去面孔，成为传说，成为传说。诗人坐在石头上，诗人坐在石头上，把传说写成新的歌，把传说写成新的歌，都和上次并无不同，都和上次并无不同。再一次太阳升太阳落，再一次太阳升太阳落，再一次太阳升太阳落。他对他说吻我，他对他说吻我，他说比永久更久，他说比永久更久。有人带着伤痕回来，有人带着伤痕回来，太阳落月亮升，太阳落月亮升，旧血肉化成风，旧血肉化成风，只有石头一动不动，只有石头一动不动。好的，最后一段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再一次。太阳升，太阳落，太阳升，太阳落。木叶吹起山火，木叶吹起山火。
暴雨洗刷泥河，暴雨洗刷泥河，只有风带着伤痕回只来。有风带着伤痕回来。太阳落，月亮升，太阳落，月亮升。旧石头化成风。旧石头化成风，只有永久一动不动，只有永久一动不动，因为我是石头。因为我是石头。是歌词的节选啊，我觉得歌，用歌来唱这首诗更好听，对不对？好，下次请妈妈来唱啊。我是圆。是云。这个小作者叫茶会什么？这个字不认识。茶会什么这个一字个不圆认加个识？鸟字旁。八岁云南。八岁云南，带上小花。带上小花，我变成了手链。我变成了手链，种上叶子，种上叶子，我变成了苹果。我变成了苹果，给我一根长长的线，给我一根长长的线。我就成了你手中的气球。我就成了你手中的气球。哦，给我，给我一个面包，我就成了你的早餐。我是圆。哎，正好连着这个。如果我是一个气球，如果我是一个气球，黄元申，黄元申，9岁，广西。9岁，广西。如果我是一个气球，如果我是个气球，会干什么呢？会干什么呢？我会飞到树上掏鸟蛋，我会飞到树上掏鸟蛋，飞到云里睡大觉。飞到云里睡大觉，飞到海面捞小鱼，飞到海面捞小鱼，飞到山顶看世界，飞到山顶看世界，飞到，飞到，砰！砰！啊！啊！我不喜欢子弹。我不喜欢子弹，被打下来了。好，我们来读一首古诗啊。回乡偶书香草书，其一，其唐·贺知章。唐贺知章，少小离家老大回，少小离家老大回。乡音无改鬓毛衰，乡音无改鬓毛衰，儿童相见不相识。儿童相见不相识。笑问客从何处来？笑问客从何处来？我们再来一遍吧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少小离家老大回。乡音无改鬓毛衰。乡音无改鬓毛衰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儿童相见不相识。笑问客从何处来？笑问客从何处来？来来来，我不想读这首，我读这首。哎，玉珍玉珍。节选，对，福禄寿乐队。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听说让你带了，也把他影子拉扯散了。你把他影子拉扯拉拉拉拉扯散了，多想也把我带着走啊，不想把我也带着走啊，就算虚度也不怕。就算知道也不怕。他说我心里有个宝啊，他说：“我心里有个宝，千万别把它给毁了。千万别把它给毁了。”为什么就是啊啊啊啊啊？啊，押韵味了，所以和风一起飞的我啊。所以和风一起飞的我啊，不需要把脚落下，不需要把脚落下，起风啦，起风了，该回去了。该回去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所有过往都在这儿呢。
所有过往都在这里。大世界他耀眼吗？大世界他耀眼吗？稍微慢一点。只是我。只是我。再也找不到你了。再也找不到你了。再也找不到你了。慢一点，让那个跟读的小朋友好读一点，好吧？对，不，blue, 不往一，不往一 ，K blue，K blue， 对，他们用网，用网捕捉了八面来风，捕捉了八面来风，带回家一个，带回家一个丰裕的季节。那些捕网的无形之手，抚摸着大海的日日夜夜，网线折断，脱落之处是鱼儿饱食的年头，这儿是捕风的圈套，那儿是丰裕的门户。门户，哎，是爸爸的，爸爸的毛衣啊，来，毛衣，来，我们要读这首诗啊。读诗，张金辉，十二岁，山东，听话的诗，进化出翅膀，飞到我的脑海里，不听话的诗，进化出两条腿，从门缝里逃走了。逃走了。空什么？这首我好喜欢。空山新雨后，因为他在背这首诗，然后这诗飞走了，长出两个翅膀。这是那个《山居秋暝》的第一句。空山新雨后。我被挡住了，救命啊！来读一下这首吧。我不知道。上。西梅内斯。对，译者叫林之木易。是的。我不知道应该怎样。才能从今天的岸边。一跃而跳到明天的岸上，滚滚长河夹带着今天下午的时光，别一直流向哪，无望的海洋。不要那样。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啊。今天我和八人一起大声朗读。你觉得我超开心？超开心。有口水。我觉得。来，我们来把录上停了吧。你要得做什么表情？这是什么表情？你们是不是要走了？是的。对，今天画了三根线，露娜画了三根线。露娜那个头发怎么办？好快。